我是香蕉哥哥。小朋友，你喜欢爬山吗？香蕉哥哥很喜欢爬山运动哦。爬山的时候，你可以看看山有什么形状，有的像馒头，有的像枕头，很有趣吧？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爬山吧。我们一起去爬山，今天要爬什么山？糖果山、枕头山。我想要爬一二三。听说有多七星山，满天星星真漂亮。虎头山、羊头山，一起爬山最好玩。爬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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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到一半，肚子饿了肚子饿了怎么办？船长，
眼睛，是一种有大大眼睛可以看得很远很广的动物哦。啊，不像阿贝我近视大眼睛，看东西都花花的。大眼睛的动物，小朋友认识很多哦。对啊，那小朋友，你们知道有哪些是大眼睛的动物吗？大象、蜗牛、蛤蟆、章鱼、恐龙、鲨鱼、章鱼。哇，小朋友你们好棒哦，想到好多的答案呢。咦，小乐，你怎么了？眼睛大。我忘记告诉小朋友，是要猜一种身体细细长长的昆虫。细细长长的昆虫会是什么呢？小朋友说了好多答案哦，会是哪一个呢？我们再听听第二个提示好了。嗯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啊。哦，有了，谢谢船长。猫头鹰啊，最听呢，它是个翅膀。嗯，别种昆虫都有一对翅膀，但这种昆虫它有四片，又轻。又薄还是透明的翅膀呢？哦，有了这种翅膀，它可以快速的飞，转弯的飞，还可以前进后退的飞飞飞飞，或是垂直上下飞，还可以停在半空中不动哦。对对对，停在半空中很像直升机。像直升机的昆虫，我们有答案喽！那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，你猜到了吗？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猜不到猜不到，永远猜不到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答案是什么？我们的答案是蜻蜓。哦，是蜻蜓吗？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有超大眼睛、四片透明翅膀的飞行高手就是蜻蜓，他们答对了。耶，我们答对了，帮自己拍拍手。飞飞飞上天，飞飞宝物飞走了。怎么又失败了？真是叫人伤心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，这次输得惨兮兮。哎呦！海盗们，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！眼睛被粘住了。还好阿碧我有戴眼镜。不怕不怕，可是你都没有镜片呢。有啦，哦，它走丢了啦，不见了。小朋友，赶快动一动脑。这么多美丽的小石头，可以变成什么可爱的图案呢？加油，加油！答案就快要出来喽。没有错，美丽的小石头再加上简单的线条，哇，就变成了电风扇。精灵的心。
YouTube 有好多精彩的卡通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赶快按下订阅键，看到更多最精彩的卡通哦。除了订阅我们，如果小朋友